我想死。你现在在报啥？哪里了？跟反向下板。哎呦，椅子好硬，怎么小木木没刷？这哪是真的裂了，看这就没了，直接结束了。杀天风呢，烦死人了。好平啊，我以为那个球撞不到，没想到这正正好好撞到了。算了，不能搞了，搞这机子就没了。这只要这边还有鸟子，弄它的话肯定输。
裂开了。这胡景春这被一个钱木搞没了，难受呀。又是调香师，可以，至少比清风好吗？啊！这么厚的墙穿不过去。好，不亏，鸟没交出来，两台在修，三台在修，看看中场是谁，中场过来了，挂他！快点骗出来！但这个人不熟，佣兵会救。然后调香师去找先知一起摸。找一下吧，要不就往墓地跑了。他们也知道我留了个怀表，先知救的，可以，这波两个人救你，往平局打，佣兵和前锋都要过来的，佣兵先到，结果想把那怀表骗出来，觉得不让他救。要补状态了，反正这把也是拼了命，保平真赢。不熟，多消耗一点东西，再打看门战好一点，不然打不过了。
那杨幂自己把自己交了。这么想吃十几刀啊？跑了，让他们空了一刀，裂掉了。单排的，缺人，有的人快乐去了吧？调香师。还能进柜子的呀，我都惊了，我开局看那个人不见了。可以踩死，踩死起不来。全是倒地难摸，这黑妹和全是这种倒地的，就可以放心的去杀了个前锋，杀死了都行。好省护臂啊！你看这个人，也不能说省吧，贪。你踩两声是等会你起得来吗？你让前锋怎么撞你？不想包。先直救，前锋帮忙。恐怕是要把你卖了哦，套鸟就哦，懂了。屁股子搞一下这个佣兵，
那这修的太爽了。我给他死了，挂了吧，他有自愈。哎，别起了，这尴尬了。没修完，地窖都修不开。可以，还是点，点了那怎么跑呀？你被卡死在这儿哎，开始了，又是这个老地方，同样的人，还好我没选杰克，我要选杰克，这把也被秀死，蜘蛛倒无所谓，让他秀，秀完然后把他秒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啊火！哦火！屁还没丢出去。没搞，又没丢出去喽。啊，对，丢出去了。我做到了，他把屁丢出去了。快丢屁，快！把屁丢了。难受不？难不难受啊？难不难受？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屁丢的。还没先知，这个人裂开了。这屁真的不行，劣质屁，可能买的二手的。无所谓啊，我闪现没交，你尽情撞。有点力，这绞丝棍是真的烦，要不是这家伙是二挂王主，要不是他这二挂早就把前锋杀了。谢了啊，送 VIP 去。撞我这一下，直接把他送到了 VIP。
完了，被卡位了。我靠，一夜回到解放前了我。杂技开门速度慢呢，能给我争取点时间，不过不会太久。那幽冥倒得太远了。怕是赶不到了，赶不到了，输了，赶不到，太远了。这卡位了就很难受呀。他这是不要先知了。好像是个佣兵。对对，调香石。他没加速的，亮的是杂技演员。他不下板子，我就瘫。让你拿闪现也留了。你不下这板子，我就瘫闪现了。你下了，我就不瘫。什么情况？哎，这么多刀怎么说就这么短了呀？
还好我不贪。裂了呀！哦吼！还敢出来秀机子？这两位出来，重新点一台很难吗？重新点一台真的是要了你们的命啊！
佣兵考耳鸣，闸机去开门。我觉得他打不开，所以我要去看一下。还真打不开，自带这个杂技就自带自闭恐惧，怎么开？前锋，佣兵，哎呀，这看两眼村点全都是难抓的，那就杀吧，前锋杀吧，无所谓的。这看这个头都大了，还真是可惜没带追力。前锋没多少球，就是这个祭司会打洞，他可能会打一个洞往起点跑，要小心了。还得防一手前锋开长球，不过应该没了。这个先知这个心情真的是骚扰了三次，修了鬼屋后面跑了，修了鬼屋里面跑了，然后修了这台又跑了，这个人是真的难受。
他的机子没人补。我发现 T 四的模型是太小了吗？为什么突不到啊？不着急啊，你静静吸，我就不信你不点，你就能套个鸟把这机子点了，让你吸，大不了平局，你就别想走了。走不掉了。他是要离开了，哎呦，这不把我丢不等啊，这么喜欢搞。裂了呀。用兵也杀吧，猎种猎。保平了，保平了，村里太臭了，乌镇还空几个。
上线还空了，这是最伤的。这个点了我日，我都不敢点了。还有个人呢，大王也不在啊。四号机怕是一个九级难追的，不去了，去吧，小门没机子。调羊是，那还行，也没那么糟。两个加速全用了。你要没加速，你往哪跑呢？啊！哎，这一刀就不给力了啊！人傻了都。我明明都当他面打了呀，为什么还能空呢？就醉了。
我感觉出的那一刀被拉回了一样。难道我看错了吗？老眼花了。烦人的搅屎棍。还有这么多球吗？放开！裂了呀！是跑的。这一个搅屎棍真的是搞心态呀！正好
沙田风是真的香，教师官一死，啥事没有了。可以反向弹护臂，爱救不救？应该没摸人吧？摸人这个人就挂死掉了。这耳鸣什么鬼东西啊？前锋一死，好打得很。这前锋不死，老子简直。
真的闹出幺蛾。我正找你呢，那杀气魔都不需要找了，直接追，绝对在人皇和一些好的地方。这都能空。跑，看你怎么跑！被挂到海边更跑不了。差点小木屋了，最后一台，又没得找调酒，没怀表了，前锋有，差最后一台小木屋。这边如果打针队的话，还能针对死。已经开始修了，那这边就看能不能抓到这个佣兵，看见了。大家差很多，一时半会修不完。前锋一杀，世界都清净了。
大团有人。看你摸不摸得起来，摸得起来他就能走，摸不起来就走不了了。赶紧摸，摸起来了，可以。好贪啊，小伙子，还要去拉一找先知。给你八个加速，你都救不了这个人。这边吃了三刀吧，要不就四刀，你还起得来吗？现在是五刀了。哎呀，这翟总前锋一死，简直好打的一批。他不死还真难打。哎呀，还玩约瑟夫。一砍三，难不难受？难不难受？还要搞你一下子，可以，正好我去摸黑妹，岂不是美滋滋？黑妹发个信号。来猴子喽！好卡呀，什么情况？我网不好吗？我个，哎，路由器又接触不好。闪现死了，满家闪现。可以，闪现落地刀，好不秀啊。
怕是每个人都要受一次伤哦，板子都没了，我日！ 找到金箱，哎，不亏，死里面了。 哎呦，好巧啊！这不是真的难受，真的难受。 玩牌还玩到窗户面前了，难受。哎呦，慌什么？我也不撞你，还没底牌，纯闪现，怕是要裂了。哎呀，还被一个大猴揍了，受不了了，要拍照了。 受不了，这个人受不了了。又开始打我金像了，又开始了。 好多护臂啊！又开始挂我了，你挂我，那不白给了吗？你挂我，我捞我自己，然后你要这钱，我再撞你。你打我，反正我也是受伤，无所谓。对对对，打死那个金像，打死他！ 难受，很气，这就是气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
挺刺激。挺刺激的。没这叶子符手势能力差。可以给力。一个滑板加速，再来个滑板加速，快灭！快救我呀！快点！快点！快快快！要没了！要没了！要没了！可以牛批，一个护臂弹走。哎，还有个护臂在哪来着？我藏哪了？我给搞忘了。怎么剩根针了？啊？哦。